小母熊。谁呀？光头强，五彩呢？李老板，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才早上六点，都这么晚了，还不快去排队？是。强哥的自制滑板终于派上用场了。哟呼！熊二，你这么个吃法，估计还没到吃早餐的地方，这早餐就被你全吃光了。哎呀，熊二，你看你干的好事儿。这样随地乱扔香蕉皮是不对的。哎呀，没事，这是森林，没人会踩到的。不行，赶快捡起来。森林可是俺们的家园，咱们一定要保护好它。哦，知道了。有了这滑板，既缩短了到森林的时间，又增加了砍树效率。嘿嘿。蜂蜜香蕉可真好吃，熊大你也尝尝。好吃。啥声啊？能发出这么让人反感的声音的只有一个人，光头强。哟呼！差点就……不要！俺们是智慧与熊样并重的森林守护者，要代表森林惩罚。光头强，你又来砍树了啊？看俺咋惩罚你。光头强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。光头强。哎呀，熊二，你看，光头强肯定是踩到香蕉皮摔倒的。难道这是俺早上捡漏的？别发愣了，先把它搬回去吧。好疼啊！对不起啊，光头强，你这次滑倒啊，都怪熊二。对不起，俺不应该乱丢香蕉皮的。光头强，你还好吧？哎呦，好疼啊！光头强看上去伤得很严重呢，好疼啊！熊大，这可咋办呀？咱们犯的错，咱们就得承担责任，不能扔下光头强不管。那俺们就一起照顾光头强吧，一直到他恢复健康，能跑能跳。熊大、熊二，你们把我弄成这样了，当然要负责照顾我。以后你们俩就是我的保姆了，什么都得听我的。是，俺一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。光头强，你这会儿说话咋这么利索了？哪有？好疼啊！快把我抬到床上去，我要躺着。好，你可别乱动哈。我饿了，赶紧给我弄点吃的去。熊二，你去找点吃的来，俺去找医药箱给他包扎一下。不。还好我强哥身体不错，换成别人早就骨折了。虽然屁股摔疼了，但能享受两熊的照顾也不亏呀。光头强，你能动了？谁说的？我不一直都是这个姿势吗？是吗？那你哪里疼？俺给你包扎一下。轻点啊，不是这只手，你怎么左右不分呢？好嘞，这下都给包扎上了。今儿天气这么好，俺带你去晒晒太阳吧。味道不错，晒得我有点热了。要不要给你撑把伞？算了，给我扇扇风就行了。好嘞。熊二，我渴了，水。我马上来。
怎么这么烫啊？好烫啊！俺给你吹吹哈。好了。蜂蜜呢？怎么还不来？我要吃蜂蜜，我要吃蜂蜜。等会儿，快来了，快来了啊！吃蜂蜜，来我要吃蜂蜜。哇！快走，快走！光头强，实在走不动了。你说带我散步的，怎么这么快就说累了？这都翻了八座山了。哎呦！熊大、熊二，怎么都是素菜呀？别急，别急，熊二捉鱼去了。熊大，俺们还要给光头强这样当保姆，当到啥时候呀？不是说好了一直到光头强恢复健康的吗？俗话说，伤筋动骨一百天，你们怎么也得照顾我一百天吧？一百天，这么久呀？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呀，啥时候才到一百天呀？熊二，咱们一块去找吃的吧。好嘞。终于可以出来活动一下了。哎，光头强，这都多少天了，一根木头都没给我弄过来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李老板，我哪里敢忘啊？我这不是前几天摔了一跤受伤了吗？现在还不能动呢。真的。你少给我装，一句话，三天后再不交木头，工钱一分都没有。李老板，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咋样，舒服吧？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，快点恢复。我得赶快把熊大熊二给支开，好去砍树。熊大熊二，你们看，我的手都可以动了，要不你们先回去吧。好呀好呀。熊二，光头强现在还没痊愈呢，咱们一定得负责到底啊。知道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先多吃点好吃的哈。不行，我还是得去砍树，不然一分钱都拿不到。我的锯子呢？在那儿。哎呦，好险呐！哎呀，你看来的脚呀，好疼呀！光头强，你咋起来了呀？哎呀，你不用起来，你有事吩咐俺们做就行了啊。有啥需要直接说。我都说了，我已经彻底好了。你们俩到底还要在我这待多久啊？不是说一百天的吗？你们照顾得太好了，我恢复的神速已经好了。真的？不信你们看好了。好，好，好啊！狂贼，狂贼，狂贼，狂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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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贼！哎呀，光头强，接着！嘿，当当。好，不错不错，再来一个。熊二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俺只是觉得你恢复的已经很好了。熊大，对不对呀？这样看来你真的康复了。熊二，那俺们该回去了，保姆工作终于结束了，还要回家好好的睡一觉。熊大、熊二他们终于走了，耶！我
我的手怎么又动不了了？熊大熊二，快来救救我呀！老爸生病了。光头强，你怎么没去砍树啊？李老板，今天是周末呀。今天是星期五，别给我偷懒。明明是星期六啊。厕纸没了，我要吃纸呢。再不砍树，我扣光你工资！还不快去砍树！是。又催！李老板，我保证今天一定完成任务。喂，强子。妈，怎么是您啊？强子，你爸呀，马上要做手术了，他的……喂，喂。怎么掉线了？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啊！早不在，晚不在，偏偏现在不在。老爸这次要做手术，那肯定是大病啊！万一……不会的，老爸，强子马上回来看你了。啊！妈，谁是你妈？快去给我砍树！李老板，我爸要做手术了，我想请假回家。你这个怨不嚼木头的话，就别想回家。李老板，李，干脆辞职吧。可是这年头工作又不好找，本来工资就低，丢了工作更穷了。要不逃跑？可李老板天天催木头，跑得了强哥，跑不了木头啊。哎呦，都怪我这个儿子不孝。爸妈还得辛苦干农活，结果老爸都累倒了，我还不能及时回去看他。原来我把扫把当锯子了，回去拿锯子吧。老爸他没事吧？好担心啊。哎呀，砍了半天怎么……原来还没启动呢，好想赶快回去啊！好疼啊！这些小树才刚开始长，光头强就来看他们了。熊二，咱俩上。不能辞职，不能请假，该怎么说服李老板放我回家呢？光头强，你小树远点儿。熊大熊二，今天强哥没心情陪你们玩，竟然无视俺们。哎呀，嘿嘿嘿，俺的蜂蜜。等等，如果大狗熊把锯子弄坏了，我就没法砍树，那我不就能回家了吗？光头强，欢迎的蜂蜜，给。熊二，小心有诈。熊大侠，这锯子是你们的啦。用点力，用点力，加油，加油啊！这下没有锯子，我就能回家了。光头强又在玩啥花样啊？光头强良心发现，不砍树了呗。咱们再观察观察。李老板，你终于来电话了！你怎么还在家呀？想罢工吗？李老板，我刚才去砍树，又被熊追了，锯子都被他们弄坏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算了，放我回家，放我回家，放我回家！我马上给你寄一把新锯子。看来我还是必须早砍完树才能回家。可是熊大熊二还是会来捣乱呢。哎，有办法了！好香的水果呀！这么好的水果送给两头熊，真是可惜了。
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只要他们不妨碍我砍树，送多少水果都行。熊蛋，俺又饿了。你刚吃完一罐蜂蜜，五个苹果，六个梨子，你这肚子咋比橡皮弹性还大呀？哎，今天吃的还算少的嘞。哎，昨天吃了四个西瓜，三罐蜂蜜，还有两个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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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服了你了。哎，熊蛋，那边有嗡嗡声，一定是蜜蜂。哎呀，那就有蜂蜜。嘿嘿。光头强，居然又来砍树！光头强肯定还是会把锯子交给俺们的。看俺的，光头强，快把你的锯子给俺们！快把锯子给俺们，光头强！哼，白日做梦。嗯，之前你可不是这样的呀。看他！等等，这些水果你们拿去吃吧。苹果还有梨，香喷喷又大又甜的苹果，尽情吃吧。哎，忍不住了，小气有诈！你每次都拿食物来迷惑俺们，这次不会再上当了。没错没错，不上当。没有没有，这些水果都是好的，特意送给你们的。拜托你们就让我砍几棵树，因为我爸爸生病了。别扔了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还想骗俺们？站住！行行好吧，熊大侠，我爸得重病了，李老板让我砍完树才能回家。啥？居然这么没同情心，俺叫他理论理论。熊二，小心又被光头强骗了。我没骗你们，我爸马上就要手术了，我再晚点回去，说不定就再也见不到。熊大，俺们帮帮光头强吧。不帮，谁知道他又想干啥？熊大，爸爸，俺们就帮光头强这一次吧。儿子不能回去看您了。爸爸，俺们帮不了你呀。其实俺能明白你心情，以前熊大生病的时候，俺也是好担心好害怕的。俺很想帮你，可是……哎，那个谁说帮不了了？如果光头强受伤了，不能砍树了呢？苦肉计。来吧，为了回家，这点苦我能忍的。俺可下不去这手，还是熊大你来吧。啊，俺来就俺来。喂，李老板。光头强，我收到你的照片了，你怎么被熊打成这样？简直人间惨剧啊！李老板，我现在没法砍树了。我知道我知道，你好好休养。终于可以回家了。我马上会给你派个伐木帮手，你来指导他砍树。哎呀光头强，森林太危险了，你还是快回家吧，我给你放半个月的假，出去避避难啊。终于成功了。谢谢谢谢。熊大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多亏你想得出这个办法。站住！喂，李老板。强子，我是妈呀。妈，我马上就可以回来了。不用回来，强子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你爸的扁桃体手术早就做完了，嗓子发炎而已。扁桃体？真的吗？真的只是扁桃体发炎？是啊，没啥大问题，你呀就不用担心了，安心工作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太好了，那我就安心了。太好了。爸爸没事，接下来我要好好工作，认真砍树。光头强，
你这是又想干啥呀？误会，绝对是误会。光头强，俺们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听我解释啊！月光传说，熊大熊二，今天特地把你们叫过来，是为了让你们见识一下本王的传家之宝。啊！你们可知道这是何物？这是何物？哎，你说啥呢？好好说话。这块萤石是我家族传承的宝物。宝物？萤石很普通嘛，到处都有呀。非也非也，这块萤石跟普通的萤石不是一样的萤石。不一样。得了吧，这能有啥不一样？就是能有啥不一样的呀？啊，居然在这里碰见了熊大熊二，趁他们没发现赶紧溜。传说中这块萤石代表着月亮的祝福，它能汇聚月光的力量注入到拥有者身上，拥有它的人就可以战无不胜。战无不胜？什么战无不胜啊？爱说奇迹呀，你编故事的本事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哈。不信是吧？既然你们不信，那本王就让你们开开眼界。你们可瞧好了哦。月光祝福，赐予我力量吧。啥声啊？啥声音啊？这威力也太大了吧。这不会是真显灵了吧？你们都看到了吧，这就是月光之力，这下你们总该相信了吧。不信。吉吉，俺们太了解你了，一定又是你弄出来骗人的。哇，不是吧，萝卜头，你这捉迷藏玩的把岩石都给挖掉了。切，人们总是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表示怀疑。怀疑？这种是无知和畏惧的表现。畏惧？真不错，这个宝贝我一定要弄到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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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毛毛，快去给本王撑伞！哦，竟然让本王尊贵的身体淋雨！毛毛，你连伞都撑不好吗？拿来！什么声音？光头强拿了银石手杖，快追！还我手杖！还我手杖！追来了！站住！这光头强居然躲进山洞，实在太狡猾了！毛毛，去给本王把石头推开。是。哇！居然还能发出亮光，难道这是一种启示？难道我得到了月光的祝福？毛毛，赶紧把石头给本王搬开，本王要进去拿回手杖。月光祝福赐我力量。我终于得到月光的力量了。哼，熊大熊二，这回阻止不了我砍树了。
有了这么强大的力量，强哥我就可以随便砍树，想砍多少就砍多少，想怎么砍就怎么砍，再也不用怕那些动物了。光头强，看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哼，你们来得正好，强哥我已经今非昔比了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萝卜白菜都显灵。天灵灵，天灵灵啊，地灵灵。兄弟，按说光头强这套动作咋这么眼熟呀？吉吉，哎，对对对，他还拿着吉吉的萤石手杖呢。看来被吉吉骗得不轻啊。哎呀，看他玩的还挺高兴的，要不然咱们不打扰他了吧？不打扰？难道要他把整片林子砍光吗？月光祝福，赐我力力力。你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啊！哇！我明明得到月光的力量了，为什么还是失败呢？哦，莫非是因为白天没有月光，所以得不到月光的祝福？原来是这样啊！不行，我要收集更多的祝福去。巡视了一天的森林，好累呀、啊。可不是嘛。哎，好困呐！啊，赶紧回家睡觉去。熊大、熊二，强哥，我今天要代表月亮警告你们，阻止我砍树是不对的。啥？俺说光头强呀，你咋还没玩够呀？啊，光头强，你还是早点回家去吧。这种变身战士的游戏，俺和熊二打三岁起就不玩了。你咋就没个长进呢？是不是游戏？那就让你们瞧瞧。当当，这是啥？看到了吧？这是我自制的月光收集器。这不就是吉吉的手杖改造了吗？就是。等会儿把你们吓得跪地求饶的时候，看你们还敢不敢这样讲。月光祝福，请赐予我无限的力量吧。光头强，你被吉吉忽悠得不轻啊，这种小把戏俺们早就识破了，自个儿慢慢玩哈。别走啊，你们就瞧好吧。月光祝福，赐我力量。森林是我的了，再也没人阻止我伐木了。光头强，你少得意。你以为我会猜不到你的反击方式啊？砍拳！你们还是乖乖投降吧。你们是敌不过我的月光之力的。机会来了，熊二，困住光头强，俺去端了那口锅。好嘞。月亮被云遮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哦，看来我得拖延一下时间，再聚集一次月光才行。光头强，站住！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。光头强，还有俺呢！光头强，你给俺站住！你们给我等着！是你自己不小心的。被光头强折腾了一晚上，可把咱给累坏了。熊大，俺想吉吉一定着急，到处在找这块石头呢，咱俩干脆先还给他吧。说的也是哈，那咱们先还给他吧。蹦蹦，萝卜头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什么吗？这个。什么呀？这就是日光石。日光石？日光石？这个……嗨，吉吉又在糊弄大伙了。这个滑头的吉吉，不理他了。
这个日光石呀，可以汇聚日光，拥有巨大的力量，能实现你们的愿望呢。哦，不信，本王给你们示范一下。日光石。